哎，今天啊，好热好热啊！啊！嗯，对，再学习一下，雪萌哥。太热了。星星，啊，我们都找了好几家了，都没有人合适的，怎么办？哎，雪萌哥，你也别灰心，等一下我们又到下一家去看一下，一定会找到工作的。啊，好热，雪萌哥。对呀，好热。好想喝水哦。我去那边买。那我们现在走啊。走吧。好，行。我去外面几个月回来就这样子了，这到底是谁的？给我解释清楚。我的，那是我的。你的？啊，你别笑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告诉我。2年了呀。2年了？啊？这手机我都买了2年了呀。这是我的，我说手机是我的，这手机怎么是你的？手机是我的，我刚掉在这里的嘛。这手机好像不是你的那个，不是我的吗？这明明是我的呀，那不是我手机，那我手机呢？哦，在这里啊。这样了嘛，小龙哥，不好意思，一场误会。都说了，孩子是你的，整天疑神疑鬼的。好好好，一场误会，让我们回家吧。怎么了，小龙哥找工作去了？